它有 corner， 我们都把它写清楚 ，r 把 s 零 ，r 把 s 一，一直到 r 把 s k， 好，跟 theta 零 ，theta 一，一直到 theta k， 是 b。The vertices and the angle 就是 external angles of alpha. Then.Summation I 从零到 k， x 的 i， s 的 i 加一的 k g d s， 加上在 region 的这个 k 的 d sigma， d sigma， 好，加上这些 summation 的 k。theta i 要等于二派，好，这是我们的定理。好，那这些小 k g 呢是谁呢？这些小 k g 呢？是这个 geodesic curvature of the regular arc and capital K 是 Gauss curvature。S 好，所以其实我们蛮高兴的，可以就是做到这边。那当然，我们这个 local 如果会了 ，global 了就没有问题。好，也只不过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很单纯，就是说如果这个是一个一个 parameterization， 那我们在这个上面，你说这个是我的 service， 然后他现在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 region 呢，它是 enclosed， 好，这是 region enclosed by 这个 alpha，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是 alpha， 就是可以把 bounded 这个 region， 好，那你可以看到每一块的 arc。好，就是每一个好都是好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跟你讲说它是一个 simple region 是由这个来的，好 parameterized， 那这些都是它的 vertices， 如果它有角的话，所以这个是 with corner 的，好，有 corner 的就是这个 curve with kernel， curve with kernel，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昨天跟今天就是一开始跟你讲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可以有 kernel，那有 corner， 那你这有 corner 的话就是有角度，所以它有 vertices， 那就会外角内角这个部分，好，那就会得到这个式子。好，那这个式子你可以看一下，假设说我们就跟你讲说，如果它就是在一个 geodesic 的这个 arc 里面，那如果是在 geodesic arc 里面，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一定等于零，对不对？因为所有的 geodesic 的 geodesic curve 就等于零。好，那如果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例子，就说如果我们现在就是所有的 geodesic， 就是 on geodesic arc 的话。那你可以看说，那这样子的话，好像这个就会变成 k
这个加上 summation 的 theta i k 会等于2π。好，那你看一下是不是跟你所想象的是一样的？怎么说呢？如果我们现在所有的就是你考虑，假设我们就考虑这个刚刚的这个三角形，在 plane 上面的三角形。好，三角形如果在 plane 上面的话，它的高斯 curvature 等于多少？零，零哈，所以 k 等于零没有问题。来，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三角形的外角加起来是不是等于2π？对哈，好，所以是 OK 的。来，好，好。那如果说你考虑如果 k 等于一的话，但我现在是说所有的 geodesic 都就是所有的这个边哦都是 geodesic， 所以这一项就是 vanish。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看如果是 k 等于一的时候会变成什么？各位可以看一下，如果 k 等于一的话，那就变成说这是一个一，然后这边就是算它的什么？它的 area 的 form， 所以就会知道 area 的 form 加上这个 summation 的这些它的外角就要等于。2π， 好吗？好，是不是就看到这样子？好，那如果 k 等于负一，就是负的这个这一边的 area 加上这个外角，要等于2π。好，就是这样。但当然，这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说，如果是都在 geodesic arc， 可是如果它是没有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是指 kg 等于零的时候，好，那如果 kg 不等于零的话，当然你就要把它留下来。就是要去算如何好那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所谓的 baby 这个 local version 就是指里面就是只有一个这样所出来的，那 global 就是里面会有比较多个，那没关系，我们一个如果会做就是复杂的就会做了。好，那我们要证明这个定理呢，就可以开始想说，可以看到刚刚我提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它的 geodesic curvature 等于零的话，我们直观的来看就是就是可以知道从这个事情也可以知道 area 的部分，好，或者是我刚刚说如果你可以等于负一也可以看出来这个部分。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想说我们之前有讲这个 geodesic curvature， 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导出一个公式吗？还记得吗？好，我们当初如果说这个是一个 vector field， smooth vector field， 好，那我们有去算它的这个 algebraic value， 好，会等于什么？记得吗？公式。二分之真的忘记是不是有这个，然后呢真的忘了，加上 define 是这个 angle W 跟 SU 的 angle， 那里面是什么？有没有想起来？好久以前吗？没有啊，上礼拜的 homework有没有？真的忘了。这个是不是 G U 的V prime， 然后加上这个 E V 的U prime， 对不对？有没有？是不是？好，还是我写这样拿出来不舒服，要写在里面你才会记起来。好。我们那这是对所有的smooth 的 vector field 都有。好，那如果说现在你知道有一个 alpha 是 by arc length， 好，它是 parameterized by arc length， 那这时候就是让 w 就是 alpha prime 等于 w。那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值，这时候就不是叫做 algebraic value， 我们就叫做 geodesic curvature。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就记得，好，真的忘记了吗？
好，所以如果忘记了，然后现在想起来比较重要。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证明哈，就是因为这里面有 involve 这个 geodesic curvature，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如果那个 alpha 就是我们的 parameterized by arc length 的时候 ，alpha prime 等于 w， 所以左手边，如果当我这样写的时候，这时候就会变成 kg 了。好，这是 geodesic curvature。就会等于这个二分之一 g 的 e v u prime 加上 g u 的 v prime， 好，就是会等于它，然后加上 define， 那一样的，这时候的 angle 就是 between s u 跟 alpha prime 这样子。好，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说，好，如果能够去，因为从这个 assumption 可以看出来，你唯一他看到就是一个 setting 嘛，就告诉你哦，这个是怎样的 parameterization， 他说 f 等于零的 parameterization， 他又告诉你说 s 是一个 orientable 的。好，那这个 region 呢是由这个 alpha enclose 出来的。好，那这样子的话，他想要告诉你一个 relation， 什么 relation？ 就是它的 geodesic curvature、Gauss curvature 跟外角会等于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刚刚简单的看一下，如果说是都是 geodesic 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个是角度的问题在 plane 上面，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 area 的部分可以进来。好，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从这里开始着手，那你要从这里就想到我们三次做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我们 proof 是这样看哈。那因为我们的 alpha 都已经是 parameterized by arc length 了，所以我就直接可以想，我就说好，我现在令呢这个 u of x 跟 v of x 这个变数呢，使得这个我们的 curve 就是写成这样子 ，u of x v of x。好，那我们这时候要记得是 orthogonal 的，所以你知道 s 这个 f 是 capital F 是等于零的。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kg 呢就会等于两倍的 eg 的 ev 的 u prime 加上 gu 的 v prime。 好，因为这个 f 等于零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写。好，那当初做这个时候也是，就是这个 formula 的时候也是在这个parameterization， 就是 x 是 orthogonal 的，这时候是 s 是一个 orthogonal 的。好，部分好，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好，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老师少写一个，把它加上角度。那这时候当然自己，我们如果写这样的时候只是对一个，可是我们现在有好几个的 vertices， 我们好几个 vertices， 每一个都有 vertices， 所以你可以考虑这一段，这一个也要考虑它跟 su 的。好，就是每一段，好，比如说这个好了，这个的这一段它要跟 su 你要比一下，这个也要跟 su 比一下，这个也是要，如果这是一个 vertices 的话，这个要跟 su 比一下，这个部分同一个就没关系，这个有。好，那这个也是一样，这个要跟 SU 比一下。好，这个也是，这边要跟 SU 比一下，这边也跟 SU 比一下，所以都要算。所以我们就可以写说，globally 写的话就是说，这应该写 I 好了。好，所以我们的 phi I 应该就是所有的这个 SU 跟 alpha prime 的部分，好，是在Alpha SI 跟 SI 加一的部分。好，就是每一个 vertices 上面，你在这上面你要算这个 angle， 这个角度 angle， 角度。好，那我们全部把它加起来，好，全部把它加起来会怎样？那我们就先加起来哦。好，就是如果是一个一个的时候，没有，就像那边一样，一个就一个。可是现在因为我们的curve 已经有很多个 vertices， 所以你每一个 vertices 都要算。好，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如果每个加起来的话 ，i 等于零到 k，
那因为是每一段每一段每一段，所以每一段我都可以去算它的 geodesic curvature。好，就是说我可以算这一段的 geodesic curvature。那这一段的这里就我的 alpha i， 所以我可以去算这个它跟 su 的 angle。好，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好，那每一段的 curvature 我可以写下来哦，就是 x i， 我对这 s i 加一的 k g 呢？S D S 呢？好，那我就把它带进来，把这个带进来，所以我可以写成 summation 的 K I 从零到 K 好，然后 S I S 的 I 加一。好，我们的这个把它带进来。好，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把它 plug in 进来。好，所以我们就会变成是GU 的 V prime 两倍的根号 EG， 好，来加上 EV 的 V U prime， 然后两倍的 EG， 好，然后还要我是老师的公式，这个是减号，这是加，对不对？这是减号哦。这是减的，这是减的，这是加，哎，对吗？你们找到你们的公式了吗？好，这是减的哦 ，EV 的地方是减的。好，好，然后把它写进来之后，我顺便把这个，因为这边都跟 DS 有关系，我把theta 的地方呢写到后面来哈，好，那我要定理要擦掉了，可以吗？好，定理就是大概你知道说一个 polarization， 然后你知道它讨论这个 curve 啊，把一个 region 弄出来这样子，好，我去算这个值 ，OK。好，那还要加上 summation i 从零到 k 的积分的 xi si 加一的 dy i， 好，然后这里应该是 ds， 好，只是带进来而已，好，这里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我只是把它带进来做这个事情。当初我们是不是也是写 ds？ 我有点忘了，当初应该是写 ds， 好，写 t 啊，对，写 t， 当初写 t， 可是因为现在我们是这个 primer trace by arc length， 所以我们还是改一下好了。这个是写 t， 然后当我们写那个时候，我们就写 ds 好了。OK， 好，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就是这整个。从就是只是去算它的 geodesic 的 sum， 所有的每一段，因为这个 geodesic 是每一段，好，就可以算说，比如说我现在先算这一段，然后在这一段，然后全部加起来，这样每一段，好，每一段要去做这个积分，然后因为 geodesic curvature 等于它，所以我把它带进来这样而已，好，只把它带进来。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这个 summation k 等于零。SI 加一的这一项 GU V prime 两倍的根号 EG 加上减掉 EV U prime 的两倍 EG。 好，我们先看这一个。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做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们需要先看这个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剩的是什么，它加它加它要等于二派嘛。好，那你可以看一下说这个 k 是怎么来的。好，那你如果还记得 k 的公式是什么，还记得 kk 如果在 orthogonal 的话会等于负的二分之 eg， 然后再来呢，
然后 E E 的什么 V 的 E G 的 V 加上 G U 的根号 E G 的 U 对吗？我们算我们写错，好对哦，嗯，好。所以当我写成这个出来的时候，你心里应该蛮开心的事情，就说，哎，好像跟这个有一点点关系哦，是不是？好，好，也可以看到说，我们要导这个式子是从这里要有这个，那这个 k 呢，我们知道是 Gauss curvature， 在 orthogonal 下面，它可以写成这样。好，然后这个外角当然就先留在这里了，我们就不看它。好，我们先看一下，现在我们就专程看这个式子，这里呢。它跟这里有没有像的时候，有一点点关系。好，有一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想说，有没有想起来这个 Gauss formula？ 有没有记得有学过 Gauss formula 吗？就说一样，有一个 curve， 它可以把cross 一个 cross region， 然后它的这个积分可以有这个情况，好，就是 summation k i 等于零 s i s i 加一的 q 的 d v d s 加上 p 的 d u d s 的 d s 会等于这个 region 是 a。partial q partial u 减掉 partial p partial v 的 du dv， 好，这个 a 呢是 enclose by 这个 curve， 就是一个 curve c， 好，比如说就是 c， 然后这个 curve c。如果有想起来的话，就是Gauss formula。In fact， 如果说我们要 formally 写的话，也许前面我就这边前面这边应该把它写成这样很好一点，我把它写成这样，写成这样子，是 C 这样子可能好一点。就是说有一个 A 呢，它是由这些 curve C 把它弄出来的，然后这个会等于它就是 Gauss formula。好，那我们看一下这里比一下有没有机会，好，有没有机会，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是 curve， 因为每一个 arc 就是每一段，所以就像一个 curve 一样。好，那我们这些的 curve 也是 enclose 出来我们的 region R。 好，那你可以看，如果你比较一下，好 ，V prime 就是我们的 dv ds，U prime 就是我们的这个的 dv ds 这样的意思。好，所以你可以看说，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时候你可以把 q 呢看成 gu 的两倍的这个 eg， 对吧？好 ，p 可以看成 ev 的两倍的 eg。当然你可以前面有个负号，你可以加一个负号这样子。好，那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改一下？好，那我就改一下好了。好，那我要正的这个东西呢，绿色老师先留着。